咦，这不是末影人吗？竟然发现一间我的世界主题商店。我天啊，店门口就是我的世界游戏画面啊，这熟悉的场景谁看了不喜欢啊。我的世界迷们快跟我走。哈哈，这不是苦力怕储物箱吗？看起来可真可爱。哎呀算了，爆炸可就不好了。嘿嘿，开个玩笑别当真。哎呦，不仅是储物箱，还可以当椅子坐呢。哇，我看到好多颜色的苦力怕。小伙伴们，蓝色的苦力怕又是什么？你们怎么从没跟我说过啊？还有这个，好像是新出来的秀泰兽。嘿嘿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乌龟啊。哇，这上面还有好多小蜜蜂呢，真是太高了，我根本够不到啊。算了算了，继续逛。咦，这个苦力怕好大啊。嗯，好像是个纸巾盒吧。哈哈，真是太大了，小学生都快拿不住了。话说回来，这里也太好逛了吧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我的世界的小玩意儿。快看，史蒂夫爱丽丝的风筝。咦，这个小钱包也好可爱，用这个盆洗脸，每天都可以和末影人对视啊。哈哈，我的世界围裙，小闹钟，大时钟，艾利克斯 T 恤，收纳箱，钥匙圈，纸巾，杯子，碗筷，拖鞋，这要是全都买回去的话，一到家就是我的世界啊。哇，终于到玩具区了，比起那些家居，我还是更喜欢这些玩具啊。快看，我的世界盲盒，里面总共有8种角色。这个好像是一个盲袋，里面是大头公仔。哇，这盒玩具好玩，还可以给它换装扮呢。逛了一大圈，我都眼花缭乱了，决定了就选门口这个大福袋，里面究竟有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拎在手里也挺沉的，看着封口封的还挺牢的呢。最后就来个现场开福袋，一起来看看我的世界主题商店里买来的福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第一个，TNT 的收纳箱。这个是什么？一排苦力怕，一排末影人，好家伙，竟然是牙签啊。好吧好吧，继续掏。这个是我的世界收纳袋，还行，装装文具啥的还不错啊。嗯，这个我的世界山羊苦力怕铅笔。嗯，塑料盒子，原来是个小抽屉，这个大小啊能用来放啥？难道放零用钱？哇，还剩一个大家伙，这个可以啊，我的世界墙面钟啊。哇，这应该是今天福袋里面最贵的一个了吧，这表面看起来也好可爱哦，挂在墙上肯定很好看。还有最后一个。啊，好吧，最后来说一下，这个盲袋大概人民币120块左右，这样看起来好像也还行啊。开出这个挂钟应该就值回来了吧？没想到小元宝最喜欢的是这个文件袋。